Boys 发行写真 EP Say Yes， 回违一年半举行预购签唱会，两人穿着超高厚底鞋在台上唱唱跳跳 ，David 还险些跌倒。我刚刚就是一转身，因为这鞋子大概有10公分高，然后我一转身就整个拐到，就是差一点跌倒，我觉得很害怕，但是我心里是想说，啊，好险没跌倒，不然一开始就跌倒，我觉得就是我会更紧张，对，但是也是蛮精彩的啦，对。我们平常都是穿球鞋，不然就是平底鞋，就第一次就是穿这么高的鞋跳舞。很紧张，对，是个挑战。这次的写真书突破尺度 ，David 和小安首度尝试入浴照，更小露香肩，引发粉丝无限遐想。算是尺度比较最大的一次，最大的一次。因为有一看我们是在泡澡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只穿一件就是小可爱，就是也没有穿裤子。对，小可爱下面也没穿。对，下面也没有穿，因为摄影师是女生，对，比较对，公司有特别帮我们找女生的摄影师，让我们可以比较不那么。还不那么害羞，然后互相比较一下身材，比较吗？其实好像没什么好比的，有啦。我觉得就是我有说，我觉得小安就是我蛮羡慕他，就是他的那个屁股就是算是有肉的那一种，对。因为像我就本身屁股比较没有肉，所以我要靠健身去练那个臀部，所以我觉得还蛮羡慕的。上面哦，就是好像就是差不多没什么好比的。哇，这个新闻网采访报道。